Hello, good morning. 今天是最后一天假期了吧？是最后一天，倒数第二天假期。我们今天呢，全家人会出行去一个短途旅行吧。想说新年大家都出去旅行了，我们也要出去凑凑热闹。我们这一次呢是去一个叫 Pihia 的地方，具体是老公做的功课。那边都有什么？那边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海边的一个小 town， 然后那里有新西兰的那个Treaty of Waitangi， 是在那里 sign 的，它有 Waitangi 的一个 ground， 还有旧的以前新西兰第一个首都 Russell， 所以我们可以坐船去看一下 Russell。还有那里有很多走路的地方啊，海边的玩的地方啊，吃的地方啊，还不错了。听上去很不错的样子哦，很期待。沿路呢也会给大家看一下沿路的风光。我们今天去海边玩了，开不开心，爱人们？开心。把你的爱人们拿下来看看。妈咪，哇，好酷哦！妈妈 ，I did it，cool。12点58分，那我们现在就找了家非常有情调的 restaurant， 非常有情调的餐厅坐下，然后吃个 lunch 先。我们下午2点钟才 check in hotel， 所以我们现在到外面先吃个 lunch， 然后逛一逛玩一玩，然后再回去 check in。 这个餐厅非常有情调，超喜欢的。那边还有乐队真人秀奏音乐，超棒的感觉，然后孩子们也超开心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你开不开心？耶、yeah ！爸爸开不开心？
现在呢就回酒店 check in 完了，把行李放回酒店之后呢，我们就前往一个叫 Haruru Fall， 就是一个瀑布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今天我就全程大素颜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上面好像长了一颗小痘痘，把它遮一下，遮不遮得住呢？我们现在去瀑布之前呢，去一个叫 Watani Park 的地方。新西兰有一个公众假期是叫 Watani Day。我们现在是去哪里啊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，这个我们的那段删了。这个 Watani Day 呢，其实就是算是新西兰的一个 Independent Day 吧，就是当时英国人侵占了新西兰之后呢，毛利人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就是不受是什么？他就不受那个 United Kingdom 的管制。他就有一个特殊的 relationship， 他就是不受英国人的管制，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在那里，所以就是这样，有一个独立日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公园这里。我看不到爸爸。这个公园挺漂亮的。大家看到下面有个船吗？这个是当年毛利的战船，挺酷的哈，给大家来一个远景。我们现在走下去看一下。这艘船一共就是满载的时候可以坐150个人，大概要用80个人来操作这个船，就是说前后中都需要很多人，就是说掌握方向各方面。然后全长是37.5米，然后重6吨，满载之后是12吨。导演，看这是船上的细节，这些是毛利的图案。
到酒店，然后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房间吧。这个就是两张床，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住着一个房间的，挑战一下吧。因为以前呢我跟老公都很害怕，就是影响到他们两个睡觉，所以都是住那种两个房间的。那这一次呢就新的尝试，因为他们两个又大一点了嘛，所以希望能顺利吧。看看他们两个，你跟弟弟睡啊，舒不舒服？你舒服，舒不舒服？舒服，舒服啊。今天最高温度是27度，挺热的，所以我们一会儿打算去游泳池游下泳降降温，然后差不多到点了呢就晚上去觅食找东西吃了。今天晚上要早点休息，因为两个孩子中午都没有睡觉的，所以我跟老公今天晚上应该也要早点休息。我昨天晚上上传视频呢上传到12点吧，土豆网实在是太慢了，太郁闷了，这几次的视频都非常晚非常晚，而且超慢。我基本上其实是希望新西兰时间早上我就可以上传成功了，你们就起床就可以看到了，但是我在早上试着上传，但是一直就上不上去，就一直基本上就是上一天要重新试重新试，不断的重新试，不知道为什么呢。土豆最近真的非常不给力，希望11点能够好一点吧，就是上传的那个速度能快一点吧。现在应该是5点多了，我们现在出去觅食，看头发湿湿的。我们刚才游了一阵子泳，还挺好玩的，但是刚才呢太阳好像躲在云里面了，有点凉凉的，仔仔都有点在发抖了，所以就赶紧就起来了。今天是他生日哦，祝他生日快乐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弟弟。我们刚刚找到一家餐厅，现在已经坐下了，这个餐厅环境还不错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在马路边的，然后那边就是海边了。一会儿试一下看它味道怎么样。孩子们呢也在玩起来了，已经在画画了，很努力的在画画。看 say hi， 嗨嗨，老公Hello， 你在画什么呢？画一下。那里。3岁了，是不是？4岁了。你几岁了？4岁。你今年上小学了是不是？今年几岁啦？你几岁？你5岁啊？